我挺忙的，你也挺忙的，各自都忙去吧。走了。这么大事儿，我能不来吗？对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不来行吗？韩叔，你怎么认识马大娘？我何止是认识他呀，我不是妈，这位叔叔又是谁呀？哎，这什么都别说了，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，好吧？走。不是，周叔，跟我妈这事儿，你真得抓紧办。你没完没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么讨厌你。哎呦，我说，小马。你别再逼你妈跟你周叔在一起，我不逼行吗？这周叔都跟我妈同居了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瞎说。不是，他是我跟你妈，我跟你韩叔，哎，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老韩啊，你也别为难了，我。我谁也不嫁了，我不是妈，注意呀，哎，我这么多干什么？我糊涂啊，我得了解，了解什么？你才涛儿，那个你不去跟料理师聊聊什么的，这样我也可以下班了。咱们公司在海边的那个楼盘质量问题解决了吗？正在追查责任。这中间啊，恐怕会牵扯到制衡地产的内部腐败问题。这消息一旦传出去，恐怕会引发业主集体维权呢。在前沟村的这个项目上，一定要慎之又慎啊。李总，现在制衡地产资金链很危险，不能承受一点压力啊。明白。现在有一点这个如履薄冰的意思啊，但是前沟村这个项目，咱们努力了这么久，绝对不能半途而废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公司有一些资产是可以出售的。这样，你让会计部的那几位过来开个会吧。好吧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李总，什么事吗？哦，咱们上次的照片洗出来了，安安说特别喜欢这张，让我一定要放在镜框里带给你。给。行，我收下了。行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你等会儿。以后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尽可能的让小千转达。你不要随便进我办公室，大家伙都看着呢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哎，我说你没事别老进出李总办公室，多忙啊。哎。妈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吓死我了！哎，小张呢？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啊？
我知道你快回来了，所以让他出去转转。我这么可怕呀？一回来就让他出去？那我先上楼了。志玲，你坐下。哦，怎么了？嗯，你坐下。不坐着呢吗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肃？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楚，你跟恒基到底是怎么了？没怎么了，就是彼此闹了点小矛盾，各自冷静一下就分开了。冷静冷静，我看你们是冷静过头了。我原以为你们只是闹闹别扭，没想到你们还真离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居然瞒着我！妈，您别动气行不行啊？你听，我跟您说，没您想象这么严重，回头我再慢慢跟您解释行吗？你先上去。看来你要解释的事情还不少呢。可，这您都找出来了呀？你从小到大藏东西就那么几个地方，我会找不到。妈，您这是何苦呢？何苦？你们不跟我说真话呀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。我拖着这条伤腿，我忙了整整的一天呢。你要是真的孝顺我，你就应该早早的告诉我，何至于让我受这个苦？孩子，你怎么早不告诉妈呀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大学毕业，入职体检的时候，医生就跟我说我的子宫比正常人的小，可能今后很难生育了。不过也没跟我说死，就给我抱了一丝的希望，所以我就没跟您说。后来跟恒基结了婚呢，我也没有刻意的避孕，但一直也没怀上，所以我就知道我要怀上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。所以，你就没跟恒基说？我知道，恒基一直把你当女神一样的供着，顶在头上，捧在手心里。你怕你跟他说了，你在他心中的形象就不完美了。所以他跟你求婚的时候，你就让他同意不要孩子。不是的，妈，我当时都跟他说得很清楚，是他自己选的。志玲，你这是欺骗。我让他自己选的，他可以不同意啊。你告诉他真相，让他选，这是选择。你隐瞒真相不告诉他，这就是欺骗。志玲，是你对不住恒基。妈，我没对不住他，我努力了，我真的做了好多好多的努力，根本就不知道。我去寻医，我去问药，可是都没有结果。我也想给他生个孩子，医生不是说很难怀上，但不是一定怀不上，是不是恒基他也有问题啊？没有，他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两个月前他还去做了身体的全面检查。老婆。哎，老公。你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？太好了，来。来。嗯。这可不是吗？你说你今天叫了好几个菜，我还不给，赶紧回来。对啊，我都给你叫的你最喜欢吃的那一家。等我一会儿。先洗个手啊。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啊。哎呀，我这个塞车塞了一路，憋得我呀！哎呀，哇！哎呀，你叫了我最爱吃的鱼！哎呀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嗯嗯，你什么时候去做的体检呀？哎，你怎么翻出来的？不是，你不是说我什么天天喝酒？容易肝不好吗？我这就做了一个全面性的全人体检，后来那个报告出来了，就说我这个血糖、血脂、肝功能完全正常，怎么样？这下你放心了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嗯，哇，这个，那怎么还突然想到这一项？哎呀，这不是那个全身体检里面顺带的吗？顺带的呀。嗯。现在全身体检还得顺带做这个呀？对啊，就检现在检查都很方便。怎么了？这说明你老公身体的每一个零件都很正常，十项全能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不担心。嗯，那你吃吧。嗯。你说说你，你不说跟恒基好好说说，好好聊聊，你就瞎作瞎闹腾。志玲，你不是这么没有智慧的孩子呀。你想想，恒基这么爱你，你告诉他真相，他也许不会介意呀。嗯哼。我们俩都结婚15年了，我当初没告诉他，我现在更没法开口了。怎么不能开口？不能，不能，真的不能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怕他会恨我。